放松。啊呀呀呀呀呀呀！快点吧！现在就出去活动，那么冷。不就是冷，他出去打，他有那个羽毛球，咱去打打羽毛球去。哪儿可以打呀？就这个小院子可以打。咱们到垃圾那个下面有一块空场地，可以打。我已经看好了。今天不舒服，哎呀！没睡好觉呗，拿精油伺候一下。就是有问题，锻炼一下吧。哎呦，整天那儿约着。这个真是。给你清醒清醒。哦，太痛了。很精神了，现在。行，出去走一走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快点吧。邓老师。啊。邓老师要来了，我得等他。很痛苦吧？啊，张老师，你也有今天。陈老师来吃什么呀？咱俩今天下午请他做饭，请他干活。好久都没有这个机会做饭了，我就喜欢做饭。我要看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去。去吧。幸亏我这回头看一眼，找门铃儿。干嘛这么官方呢？请进，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。哎呦喂！还有菜呢，还有菜呢，买东西来了。哎呀，来就来呗。你们这个屋子真的太好了。比我们去年住的院子好多了。谁说的？你们这个多棒啊！我都震撼了，我都。来来来来，坐这儿，我给你沏着茶。嗯。康熙微服私访记，看自己的这个戏，这是有用意的，告诉你，咱俩这人物关系得捋正了。你不是演雍正的吗？嗯，我们是康熙，是你爸，知道吗？你这是来探望老人来了。你是长辈。哎，你看看我们的酒画。嗯，邓老师都画画了，一辈子没画过，还画得挺像。哎，这是第二幅油画。哇，这是邓老师画的？我画的。你画的？啊，是他画的。哇，这有点这个。梵高加这个
莫奈，莫奈，哎呦，对不对？莫奈都出来了，好。莫奈就是那种印象派嘛，大师点评。啊，但其实这个颜色的运用啊，像什么平心而论啊，马蒂斯，野兽派。这真正那个油画，它哗那样，如果用原来的那种特别，人家就说为什么叫野兽派，就是他们用这种颜色，像野人一样，野兽一样野蛮，所以叫野兽派。你这个真的不错。邓老师，邓老师的油画，画到我们家门口，刚上来的时候看我们家门口了。哎呦，哎呦。点彩派加吴冠中，你这个真的不错。这个石头的这个画法呢，是那个吴冠中的那种，他用油画画这个国画的那种感觉，啪啪啪啪啪，你看这个点儿，他就点彩派，他就这个就点彩派，哎，点彩派 ，cool。建斌，你看看这个，这邓老师的第一幅素描画，这个有点像这个。毕加索的这个早期，它又像，但它同时又不像，它就是似是而非的那种感觉。你们两个人这个真的不错。哎，看看我楼上，哎哎哎，这个字是你写的？对，我写的字，我刻的章。书画大家真的不错，哎，我突然觉得我走的时候可以办一个展览。哎呦，国画的那种感觉真的不错。这是我第一幅画，真的，我觉得你是一个被演戏耽误的一个画家。哎，这个是什么时候拼的？啊，这是我这几天拼的呀。哟，你没注意啊？我没注意。你睡吧，午安。我手都拼的，你看都毛了，这拼的还真不错。这不是你过生日吗？这不是。看，头两天没给你看，这都肿了，就摁那个破玩意儿摁的。哎呦呦，别使劲，还疼呢。行啊，他确实这方面还是有点细胞，我觉得他真的唰唰唰唰唰整一下，哎呦，我说行啊。张老师是一个叫通才，没叫通才，没，过去有这样通才，我就过去有这样形容这种，不知道我就说什么呢，你就打断我。通才就是什么都会嘛，是吧？根本就不是，那叫全才。对，陈老师这说的是对的。我是这样的，过去老艺人说这个说这种人啊，叫门门精通。门门细松，什么都明白，什么都干不好。我属于这种人。